去年四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新修订的反间谍法。有外媒报道，这次修法扩大了间谍行为的范畴，会导致外国人和外国公司来中国面临更大的风险。在这里，我要特别强调，这是对反间谍法的错误解读。大家可以仔细读一下条文，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并没有扩大间谍行为的范围，而是在参考国际通行做法，合理借鉴各国法律制度的基础上，完善了间谍行为的定义，明确了非法行为和合法行为的界限，增强了外国企业和外国人在华投资、工作、生活的确定性和安全感，不针对商业往来、科研合作、学术交流等正常活动。我们反对通过曲解反间谍法抹黑、破坏中国营商环境的行径。近年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和修改了多部涉外法律，并在本届立法规划中安排了多个涉外法律项目，为保护在华外国人和境外企业组织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，支持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、一流营商环境建设。